呢度唔系 fan club， 唔系战场，只系我哋都中意睇 TVB 啫。好讨厌 TVB， 冇问题噶。呢度唔适合你咯，唔好浪费时间啦。温馨提示：留言注意事项，严禁爆粗、人身攻击、政治上身、搵交嗌嘅咧，麻烦醒而欲步去第二个平台啊。若果你对呢个平台有好多疑问咧，另外网站啊，为你精选咗几集节目，可能帮到你噶。今集我哋好快脆直接入正题啊！想提醒大家，有人冒充飞天爷爷。咁前几日咧，有位网友留言就提醒我啦，佢话：诶，飞天爷爷小心、哦！啱啱咧喺梁思浩嘅 YouTube channel 嗰度咧，见到有人冒充我咧去留言挑机啊，叫我留意一下啦。嗱，首先咧，佢个 username 咧，即系个老鼠仔嗰个咧，佢就打咗咧 flying 爷爷 ，F L Y I N G Y E A Y E A 啊。咁若果大家 click 入去睇嘅时候咧，佢就直头打埋我个名噶啦，就系飞天爷爷。咁张相咧，佢就攞咗咧我喺 YouTube channel 里面嘅节目 cover 左手边圆形嗰张咧，即是我坐喺西九高铁站啊天台公园影嗰张相嘅。咁啊，好明显就系冒充我啦，然之后就用我身份咧就出去其他嘅 channel 嗰度咧就留言去挑机嘅。佢嘅简介系写得非常之咁简单，就咁样我爱 TVB， 但系我一睇。这个时候呢我就已经认到这个 account 了，因为呢它有五条短片，五条短片全部都是周启生，咁仲要是呢已经有一段时间的了，咁最旧最旧那条呢是11年前了，咁之后呢那条就是6年前的，即是说呢这些短片呢并不是呢最近 upload 上去的，它最旧那条片呢是11年前了，咁2024-11呢就应该是2013年啦，咁但系飞天爷爷嘅 account 咧系喺2015年先开嘅，咁啊当时咧开咗咧系冇用到咧，就咁丢空咗摆埋一边嘅，咁啊要去到系2020年嘅时候咧，先至开始咧有节目咧 upload 上去嘅，即是话咧。佢最近嗰條片咧，都係六年前，都已經係早過我個 channel 出現嘅啦。咁啊，點解我就話認到佢咧？咁啊，當然啦，就係佢五條片咧都係周啟生。而幾時我第一次見到佢嚟我度留言咧？就係我第一次講周啟生，佢就嚟留言撐佢嘅偶像嚟鬧我嘅。咁啊，一睇嘅時候咧，因為佢五條片都係周啟生咧，所以我係好有印象噶。嗱，首先。盗用其他人的相片又好啦，短片都好咧，都是犯法的，咁另外咧，仲要冒充其他人的身份咧，亦都是犯法的，咁所以咧，我已经做了两样嘢啦。第一，我就首先向呢个 YouTube 嗰边咧，就举报咗呢一个 account 冒充我的身份。另外咧，我就已经报咗警啦，因为冒充其他人的身份咧，都是犯法的。飞天爷爷咧系一个唔怕麻烦嘅人嚟噶，咁所以咧真系要提一提大家啦，有啲乜嘢唔满意都好咧，千祈唔好好似佢咁用呢一种方法去表达或者去做一啲嘅小动作。咁另外都可以提一提大家嘅，其实飞天爷爷咧无论系 Facebook 又好，系呢一个 YouTube 啊其他社交平台都好咧，我系甚少出去留言嘅。YouTube 咧更加添，咁啊，我都系早期嘅时候咧先至会留下啦，咁啊后期咧我已经唔再出去留言嘅啦。所以若果大家见到我喺第二啲 channel 度出现咧，用我个名，用我张相嘅话咧，十居其九咧都系假嘅。咁啊，既然有第一个嘅话咧，我相信咧都会有第二、第三个噶啦。咁啊，大家若果即系日后咧喺其他嘅平台啦，咁啊见到咦会唔会疑似系飞天爷爷嘅假 account 嘅话咧，咁啊大家要小心啲啦。咁啊睇一睇佢嗰个profile 啦，睇一睇佢嘅连结啦，到底系咪去翻我呢一个 channel 咧？咦，点解会有两个 YouTube channel 嘅飞天爷爷咧？咁啊，知道咧肯定系假噶啦，我更加唔会有周启生嘅短片喺里面添啦。咁啊，要杜绝呢啲咧，咁啊，有朋友同我讲就喂，其实你可以不如攞翻个验证啊。咁但系咧，即系。小弟咧，即係實在未有咁嘅能力啊 ！YouTube 咧係需要有100,000個訂户咧，先至可以咧攞到佢嘅官方驗證嘅。我而家先借得個20,000，有排啦，80,000個、哦，我都唔知道有冇機會攞到添啊！咁啊，另外 Facebook 嗰方面咧都有啲困難嘅，咁啊，所以暫時嚟講啦，就唯有咧即係提一提大家，喂，已經有啲假
嘅 account 啊，冒充飛天嘅嘢啦。咁大家日後即係見到呢啲咁嘅言論嘅時候、留言嘅時候咧，就加倍小心啦。咁若果見到嘅話，你又可以話俾我知啦，又或者咧可以順手咧即係舉報佢都可以嘅。原來我都啱啱先至知道，即係若果唔係當事人嘅話咧，見到懷疑咧係假嘅 account 咧，都可以舉報佢嘅。咁下次你哋見到可以試一試啊，咁試一試舉報佢咋，唔係試一試扮其他人啦，犯法嘅。咁啊，至於即係經營呢一個 YouTube channel 咧，我都預咗咧會有好多形形色色嘅攻擊嘅啦。咁其實報警咧都唔係第一次，咁啊之前都已經試過噶啦。咁總之我就遇到一啲犯法嘅行為嘅時候咧，我都一律咧我係會交俾警方嗰邊去處理噶啦。所以今次呢一個疑似係周啟生 fans 假冒飛天爺爺嘅 account 咧，我就已經向 YouTube 舉報咗，亦都報咗警，咁啊等有關方面去處理啦。咁啊都交代翻呢個禮拜啦，大家聽到啲節目有啲奇怪啊，嗬，係啊，因為上個禮拜日咧嘅朝早咧，飛天爺爺咧本來做咗一集即係大師兄嘅掌門人嘅節目嘅，咁但係喺度 run 條片嘅時候咧，我部機咧就冧咗啦，今日救唔翻，咁啊呢個禮拜咧就訂一部新機啦，咁啊一路等，咁啊等到今日終於都送到嚟啦，哇，就搞咗我差唔多大半日嘅時間咧，咁啊先至叫做咧嚇，即係 set 好翻部機，咁。但我都估唔到咧，買咗部新機翻嚟咧，第一集嘅錄嘅節目咧就係呢啲咁嘅呼籲，我都唔希望咧會再錄呢一啲嘅呼籲啊！咁呢個禮拜咧，大家都見到我節目啲封面圖啊，或者啲 background music 好古靈精怪，或者咧我真係有啲係叫強迫症嘅人咧。background music 嗰啲咧，我改唔翻噶啦，因為我冇 keep 到一啲最 original 嘅 file 啊。咁封面圖咧，我應該咧忍唔住咧會做過曬噶啦。咁啊做完之後，我應該咧嚇係會重新訂多次上去 YouTube 嘅。咁啊，若果大家有興趣嘅話，可以再聽多次嘅。至於出事嗰一集啊，大師兄掌門人咧，咁啊最 original 嘅 file 咧撳唔翻啊。唉，嗰集我花咗啲時間咧，即係因應翻嗰個節目內容咧，係換想係配合。翻嘅，咁但系，唉，可惜真系到最尾嗰一步嘅时候咧，就已经死咗啦。咁啊，系咯，希望下次唔需要再录呢啲呼吁啦。咁总之，日后大家喺啲社交平台度见到疑似系飞天爷爷出去留言嘅话咧，咁啊，可能真系要小心啲啦。喂喂喂喂，又讲 TVB， 有冇其他嘢讲噶？有，嚟我另一个 channel 啊，是这样的飞天爷爷，连结就喺今集节目结尾嘅画面左下角就见到噶啦，记得订阅、哦。Hello， 假如你中意飞天爷爷嘅节目，欢迎订阅我嘅 YouTube channel 啊！但假如你憎死飞天爷爷同埋佢的话咧，就无谓浪费大家时间啦。订阅之后记得揿埋个钟仔，下次有节目更新咧就会通知你噶啦。睇完不妨俾个 like 支持一下。又假如你可以分享俾朋友的话咧，就系、是、对飞天爷爷最大嘅支持啦。唔好做标题党，留言记得留言注意事项，违规者可能被拉黑同埋删除留言，万一俾飞天。爷爷错手杀错良民咧，唔好意思啦，跌入黑洞嘅名单系冇办法救翻出嚟嘅。有兴趣的话，不妨关注埋我嘅社交平台啊！